欸，不是欸，这个幽灵道馆我怎么要靠赛啊？莫名其妙。来啦，左边啦。我补血吗？啊，不需要了。好，看板会有提示哦。没关系，我们就全打通就好了。我们这边用超能加二系应该屌打吧。看到右中左右，好。哦，所以每个房间都有一个人。那我的莎莎可以走了吧？哦，木克鸟，比特币崩了，一小时蒸发了9.52兆，太神了！月经吻，还蛮帅的。近身战可以学吗？哇，格斗招！我们把吹飞拔掉好了。欸，所以我的姆克英要孟特。我怎么一堆色尾？爽啊！嘿，妹妹，我以前有投资过虚拟货币，只后来。带我们进场的那个人，他消失了。是我的大学同学。是他，该怎么形容呢？就是那个投资模式的玩法，就是进场，然后过一阵子会回本，但事实上那个回本的本金是靠后面的人进来给你的钱，所以有点像老鼠会。当然，这个游戏玩到最后就是最上面的人赢了。就当学个经验。你看，像我小学的时候玩风之谷，想说我卖个150点，先除后给，然后除完人不见，然后我在原地傻眼，然后很难过。有人就问我怎么了，我就跟他说：“哦，我被骗点数了。”他说：“啊，不然你卖我。”然后我就再把点数给他，干，这是同个人。他就不见了。哦，漂亮，没错。气死！还有一个是，我玩那个希望 Online 啊，就我打一个勇者咕咕全套，我打了很久。然后，而且才加3而已。然
然后有人就问我说：“哎、欸，我会游戏有 bug， 我会复制道具，要不要我帮你复制？”然后就把道具给他，然后人也不见了，然后被气死。大玩玩多开心！如果有人送我一个轮回，我也会很开心的。只是我风骨不太喜欢在同一个地方做同件事，很闷。一颗40000。哇，直接被盗，那就没办法了。欸，很像欸，我高中的时候有玩希望 online， 然后有打副本，然后我们就野团组了一个应该说固定团，然后我们找一个额外的人来带，然后打完王的时候我们要骰箱子，他就直接冲到那个箱子那边99999把东西捡完，然后下线，然后我们固定团的人就傻眼了，干，我还以为在玩狼人杀欸，他就这样贪吃蛇哦，他把箱子要一个捡走，这真的是王八蛋。嘟嘟嘟，野餐妹妹，我看到，所以是右中左右嘛。嗨，小朋友。这个小朋友来这边补习干嘛？嘟噜嘟噜嘟噜嘟。我看到那个有个主播阿嬷，他说出门播报前用脸撸猫，结果脸过敏了，好红，化妆师苦恼着，真是蛮好笑的。猫咪开秤，之前被盗，他开你账号被你发现，你也不能怎么样。你是认识他是不是？没关系，你就把他最重要的东西给夺走，闯进他的房间，然后看见他的模型，你就可以把那个零件拔走，左手右手断一根。橘子游戏真的很容易被盗哎，然后 Garena 我也被盗过，
还有什么？还有那个，我佛奈被盗过。哦，佛奈被盗超不爽的，他直接用我的钱去买那个买什么东西？买机票，哦，会被气死。看过了吧？有最后一个是哪边？右边的。哦，射击游戏也有。哎、欸，我的是 PUBG 被盗哎、欸。了。叶宝明天不开台了，明天我们要去桃园猫去打个活动，打血肉之战，然后再打一下 WS 好了。这个月，然后上个月比较忙，上个月有比赛。上个月是我先去排塔拿那个国家赛资格，然后隔天就去比国家赛，然后进二十四强之后再打一天，连打三天。哎，光是那个我们进场拿的英雄啊，就可以卖五六千，超贵。然后我也拿到最贵的。然后进二十四强的奖金是6000多块台币，超爽的。你看现在什么卡牌，市面上卡牌都没有什么奖金，就算你的那个宝可梦你打到第一名，你也没有钱，你只有一张桌垫。哎，但是有人有卖冠军发的特卡，四强的卖10万。那张好像摆在崇文社吗？有点忘了。艾尔之光，好老哦！我有更老的三小侠。弹射的代理还弄得不错啦，只是我没碰了，因为每个月氪三单好贵哦。用完了。变小，以前精英版的那个变小超好笑，真的是变一个小人哎、欸。他直接让你的人不见哦，真的很好笑。是欸，大哥在搞，我需要骑士团帮扛。田人美后不错，
哎，阿远，好久不见！啊，又变小啦！哎，莫名其妙，天气冷，不止鸡鸡变小，蛋蛋也变小。我真会被气死，有种你就这样把我打死。我来该来喝个奶了。吸奶，我用别招有没有机会打赢啊？试一下。哦呦！哦呦！哦，哎，是一般系没用吗？因为它幽灵嘛。啊、对哦，我给忘了。我以为是我没中。两击，这个大笨蛋！你宝，你真的有玩宝可梦吗？我只会抓。看丹力他都单排，所以感觉进度有点慢。他就是参加健康的，反正是 RB 跟冠伟好拼哦。这样我要怎么赢他？他就一直缩小，然后靠不中。哎、欸，他这次是有病是不是？不是搞的。我看我有一招可以命百分百命中的吗？我找一下。厌烦必中哎、欸，哇！有了有了有了！哎、欸，还是我这边命中要害，秒杀！这些人是有病的。我有20次，来看谁命比较硬啊？
这真的很白痴哎。还是我这边直接掏出这个力量强化了，快受不了了！他又飞起来了，我操！大师球丢下去，听起来棒呆了。我应该已经降六成了吧？别再吸了，你想去赢？啊！终于打赢了！啊！我天哪！好了，来，馆主是谁？请问是妹子吗？找到妹子了，那就老样子吧。阿嬤，哦，真是阿嬤欸，好老。完蛋，又是这个东西！啊，赶快赶快秒他秒他！一炮带走！哇靠，又是这个！赶快赶快赶快！快轰烂他！两滴锁血。这个将房轰烂，冥想会干嘛？我看一下，冥想是提升，感觉光线可以拔了，理论上是放不到十次吧。神鬼秒杀，神鬼速度应该比较快哦。是，啊，嗯，那就没办法了。是耿鬼子君，我比较喜欢洛托姆家好啦。铁一哥哥，不要再碰我的牌了！完蛋了！这些人怎么选用狗招啊？不要！秘密武器，某某鲜奶，
到死了，我连一下都咬不到。我还要护你炸弹，我天哪！哎，不对，我有觉得输哎。对啦，这才是我要的几率嘛！没关系，大姐你不要嗑药都好。哇！不行，我要嗑药了，受不了了。天使这种忘了可以干嘛？混乱。还是我野狼那边混乱。哇！你刚怎么对我？我又怎么对你？气死！感受我的痛苦吧。白痴，以牙还牙。太神啦 ，carry 梦妖魔哎、欸、哦，原来是他的王牌哦。梦妖魔在我们搞嘞初期的时候是战神。又痛又强，我的天哪！哇，为什么？亚迪亚，他还是没有命中，不行不行，我一定要给他一下。威刚诶，75%，我过不去。我的嗑药了，这次不能倒啊！哇！混乱美腾有绝解除吗？哎，为什么他都可以这样？快发疯了！我们直接靠。两只猎妖咬烂它好了。哈，他一吞就解除，我是龙系的。嘿，我们看能不能咬他一下。反正他这个也是送头，啊！该死的妖精！我觉得我这个魔魔鲜奶可能会花完哦。
气奶。吸奶，哎、欸，蹭蹭脸颊也可以，它是必中的嘛。太神啦，自损，我们应该可以上两层 buff 了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为什么他都可以降啊？看我混乱。穿他！为什么？道馆会打人架，你不要在那边加油了，闭嘴啦！唧唧歪歪。哎，这样的宝可梦对战，我不想玩了。嘿，冷静点啊，他是补满的哦。我再 kiss。哎、欸，麻痹！我记得是不会解除嘛。快点！别再嗑药啦！怎么又是这招？哎、那保险起见，我要补满血。不然我就直接磕万灵药了。啊啊啊！别再！我在清，我这边不能贪哦，我这边一定要补血，因为我只要混乱打中我自己，然后他再补一个魔法闪耀，我就死。我要吸奶，我要吸奶！干，我好不敢赌哎、欸！我的母克音打不赢他、
他应该没药水了，我们就直接弄翻他吧。冲啦！过啦！哇，怎么这么难？你知道为什么你会输吗？因为我带奶啊，鲜奶。接下来我们是打钢系的，我要把我的火系掏出来了。啊，这边回去没有捷径了。等一下打钢系、电系，那还有一个什么系啊？理论上是龙吧？啊，还有一个冰系，哎，对，哎，我婆。